下来了，然后你完全都没有告诉国人，我们现在古风隧道我答应，我答应您去查嘛，对不对？我答应您去查。交通部长贺陈旦挂保证调查苏花改古风隧道坍落原因，只是事发两个月才要去查，竟然是因为这两个月的时间您没有查吗？您把风消息都封锁起来，我并不知道，您没有查吗？我并不知道。您是个部长吗？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它的真正的过程嘛，所以我现在去查好吗？不是啊，真正的过程那两个月的时间你已经查了嘛？你难道两个月都没有去了解吗？我如果查到，我不会瞒着你，好不好？那到底是铁路局？那我现在要去查嘛？连续讲了四次不知道，贺陈旦的回答让蓝委徐祯伟更火大，但不止部长没掌握。十一月之前就有发现有点问题，所以这段时间呢，事实上我们的十一月之前还是十月。大概在十月中以后了，十月中以后。那你为什么要讲十一月之前？小漏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之后整个摊方是什么时候？详细的状况我没有办法讲很清楚。连次长都不飒飒，何时大摊方傻傻搞不清楚？徐祯伟痛批交通部怠惰，质疑公路总局失职，没往上呈报。所以施工上所遭遇的一些困难，或者说需要处理的部分，那原则上大概就是都是由工程主办机关这边来处理。公路总局强调都依照规定提报到局处，但这是苏花改动工以来最大隧道抽摊，掌管交通部的贺陈旦一问三不知。记者陈吉安、邵玉敏台北报道。